剛才討論過，其實很多問題來自個文化或者創作，我們怎麼界定它而出現這個很多不同的看法，甚至有沒有文化這樣東西。咁或者同整個香港嗰個文化組合啊，或者啲北南內嘅文化人嘅嗰個角度去睇一睇，究竟呢個嘅搬遷咧，對所謂香港文化個界定嗰上咩影響咧？我就覺得呢樣嘢喺早期好似幾緊要噶，即係講緊譬如30到50年代，都唔少文人南來香港。咁其實佢哋當時對香港其實我覺得都幾唔滿意嘅、但係後來咧有，因為佢哋有被逼因為謀生嘅關係咧，就要喺報紙啊、喺電影啊、電視嗰度做嘢，咁變咗係佢哋就亦都係要將佢哋帶落嚟嗰啲所謂亞文化，即係啲詩詞啊、小説、白話小説啊，或者係啲新思潮、新技巧嗰啲，係要同廣東或者嶺南呢一邊嘅有一啲妥協，跟住做咗一啲。即係譬如寫專欄啊，或者寫流行小説、武俠小説啊，拍電視或者編劇咁樣，咁無端端係將雅同俗啊撈埋一齊，咁啊變咗係，亦都係即係喺憎恨或者不滿之餘咧，即係因為謀生要同商業妥協嘅關係，又會做出一啲好有特色嘅香港本土文化出嚟，咁所以呢個又係一個有趣嘅嘢。喺呢點我就真係覺得係香港一個好大文化特色，就係呢啲。源自精緻文化、文人文化落到嚟香港，被逼好似金庸要寫，每日寫篇小説咁樣樣。佢講到仲好好笑嘅，有時候佢走咗去啊，倪匡幫佢寫嘅時候，突然間就整瓜咗某個人啊，諸如此類咁樣。即係嗰種嘅靈活性同樣乖巧咧，又係好特別嘅。依兩個結合咧，就真係走出一啲好特別嘅香港文化嚟嘅。所以呢個幾有趣嘅。即係一批文化人嚟到香港嗰陣時咧，特別佢初初嚟香港未曾扎根咧，佢會響特別響清醒嘅時候咧，會不斷鬧香港冇文化。咁但係當佢哋嚟香港嚟得幾年，開始要揾食又好，開始覺得周圍嘅人原來都唔係咁低俗又好，開始投身去嗰種行業，佢哋自己寫專欄，自己去寫小説啊等等嘅嘢咧，其實真係好似阿陳雲話齋，即係文化人將所謂精緻文化帶落去本來唔屬於精緻文化嘅場所。但係就搞咗個好奇怪嘅組合，似好快地生產一啲好有效率的東西，但係有好多精緻嘅內涵。咁我哋成日講50年代香港文化一個即係爆發點，即係每個媒介我哋數出嚟都相當厲害嘅。你講三蘇寫怪論、寫評論，即係可以一手打麻雀，一手寫社論。咁嗰啲你冇文化，你唔可以即係做到呢樣嘢出嚟。因為其實咧，我嗰陣講話香港一個很大的文化特色，就是因為它南來了來香港呢，再沒有傳統中國人那種文化包袱，特別是二十世紀那種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包袱，又要民意再度啊，我到來香港我找兩餐什麼古靈精怪都做完了，反而呢在創意角度來說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解放，這個也見到，即於是突然間腦袋真的天馬行空，什麼都出來。咁一點咧，我覺得咧係反而如果仲係停留喺個傳統文人嗰處咧，未必會有咁多嘅創意出到嚟。甚至即使喺好精緻嘅文化，譬如哲學咧、新儒家嗰班人，譬如唐君毅啊、牟中三嗰啲咧，佢喺大陸嘅時期咧，佢係寫唔到好長嘅論文、或者好成本書嘅哲學系統寫唔到出嚟，因為喺大陸佢涉及政治同埋運動太密。反而嚟咗香港咧，佢一個商業社會咧，佢就冇人理佢，即係淨係一班學生、一班學者、一個小圈咁啊。咁反而佢可以寫到嘢，因為我睇翻以前阿牟中三佢寫啲散文咧，佢話喺大陸思想唔係好清晰嘅，去到台灣咧就好多應酬嘅，即係國民黨軍官啊、士人啊，有好多惆怅。反而嚟到香港就好寂寞，但喺寂寞之中佢就又同政治冇關係，佢寫嘅嘢政府殖民政府唔會理嘅。咁於是佢係真係一本好大嘅書就咁寫出嚟。即是你不用服務政治，不用經常飲宴應酬的陌生人，剩下你的時間就是爆發了。其實所以這個寂寞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福氣的，是我經常都覺得香港文化上的一個最大的特色就因為它邊緣化，即今天經常講到邊緣化就好像大禍臨頭，就是說香港被邊緣化，但每次我聽到香港被邊緣化，我說正，我們就是最強的一項，就是我們邊緣化，就是我們好像不夠膽接受那個邊緣化的好處。邊緣化一個好處就是樣樣嘢都唔驚咯，即係譬如我哋香港成日俾人講文字三甲底，
咁但係你從唔好方面講就係佢唔似所謂官方中文。從好嘅方面嚟講就係所有官方中文都冇佢咁犀利。三甲底文字我諗反映在除咗寫字之外，其實我哋嘅電影都係三甲底電影嚟㗎。你講譬如近嚟電影工作室得獎，創意25年。咁徐克同埋佢嗰啲同人拍出嚟嘅電影就係最三甲底電影嚟嘅，即係好中國特色嘅題材，好西洋嘅拍攝方法，但係成個感性係香港嘅。咁呢堆東西其實都係，即係你講香港冇文化咧，我哋慢慢數都有排數啦，即係由哲學到文字，到電影、流行音樂，全部都係。依個就我成日睇嘅所謂毛巾嘅文化咧，我哋講毛巾就好似好唔係嗰啲毛巾，但係我諗。因為係冇呢度，我哋唔會堅香港你話唔好亦都係唔好嘅，就係我哋唔堅持啲嘢乜滯。其實我哋唔太信啲嘢咯，都幾顯然嘅好多時候啲嘢。你睇香港電影其實成日都係任何嘅信念咧都攞出嚟嘲笑，但亦都係咁，亦都係喺創作嚟講，特別係後現代角度嚟講咧，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創意空間嚟。咁而呢種嘅創意空間咧，我哋喺幾十年前已經開始出現咗。但我覺得最大遺憾嘅就係香港人好似唔確認翻喺呢方面嘅文化特色，而家仲追翻去人哋嗰、那個、或者幾十年前嗰種嘅模式去平衡自己嘅時間，當然就覺得你自己冇文化咯。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傾嘅唔係有同冇嘅問題，所以香港好明顯係有文化，而香港呢只咁有特色嘅邊緣文化咧，響下一個階段點樣搞落去？當然以前有嘅以前嘅一套。即係今日行翻呢套未必得嘅嚇，咁我哋可能一陣間下節可以再詳細傾呢樣嘢。喺個節目完之前咧，我想提醒大家，這個節目咧係文化現場嘅頻道嘅節目之一。咁對大家如果有興趣睇我哋份雜誌咧，就可以上網上高睇一睇我哋嘅網頁，亦都會列出曬喺邊度可以攞到呢份免費嘅雜誌噶啦。多謝大家。好。OK。好。